张庭风波后手现身，身形消瘦，脸小了一圈，戴大钻石宣传新品，心情好。今天张庭晒出一则视频广告，庆祝公司八周年，并且推销了一波新品，吸引不少人的围观和热议。张庭显然是精心打扮了，戴着钻石耳钉闪闪发光，心情看上去很不错。不过网友们指出，张庭整个人看上去瘦了不少，想必这一次风波也是影响不小。还有不少网友们都对张庭提出质疑，她现在还能够继续宣传吗？着实有待商榷。前段时间张庭已经筹备了律师团队，当时她就信心满满，表示自己相信法治法律。如今张庭和林瑞阳的十几亿财产都被冻结，公司涉嫌传销，有几位明星艺人也受到牵连。网友们也是希望能够尽快结案，给出一个交代，毕竟这件事情牵扯甚广。